电机厂就是我的根，我的家。所以这件事你们不查，我也得查。我来前湖之前，就听说聂主任你胆大心细，手段也够硬。怎么，被烧死的那个女的跟你有一腿？这高秀莲之前被绑架，警察已经把这事按我头上了。现在又出了人命，我很可能会被彻底钉死。你害怕了？不，你怕什么？他们有证据吗？最后这个事儿不过也就找几个小喽啰把锅给顶了，伤不着你半根汗毛。你觉得这火是我放的？不是你放的吗？我犯得着跟你演吗？甭管这火是谁放的，但要我说，这把火放得好。要不是这把火，那些电机厂的工人他会害怕？这改制合同他们能签吗？谁会为了那几个钱把命搭上去啊？可以说啊，就宁江这些事儿，你可能还是不懂。聂主任，魏国平来了。哎呦，好念！哎呦，稀客！哎呀，特意过来的。哎，路过来了解一下情况。出事了？出什么事儿？你不知道？电机厂失火了，我正在琢磨着该为他们做点什么。哎，你这发小可以啊，没忘本。他是，都是一个院出来的，我这么想。也是应该的。嗯，哎，电机厂并购的事儿怎么样了？二哥，你这时候跟我提这个，什么意思？国平，咱们之间也就别兜圈子了。我知道你们来找我是怀疑我，对吧？咱们电机厂出来的孩子，当年跟人打架，外边的人怎么说？说咱们是茅房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谁不知道电机厂出来的人吃软不吃硬啊？我用这种方式收购他们，跟他们这叫硬碰硬。我有什么好处？我能办得到吗？好，即便我办到了，我身边突然出了那么一大帮恨我恨得要死的人，我后边的事情怎么干得下去？你们能饶得了我吗？我这不是给我自己刨坑吗？你干刨坑的事还少啊？你谁啊？还一句话，兔子不吃窝边草。电机厂就是我的根，我的家。所以这件事你们不查，我也得查。所以说，二哥，你说你这时候跟我提这事儿。干嘛呢？哎，你激动什么呢？我们什么都没问你，光光说一堆，这儿轮不着你说话。苍蝇啊，不叮无缝的蛋啊。是个人就怀疑你，你自己不想想自己身上有啥问题吗？心里没数吗？跟我们厉害什么劲啊？都说了我们是正常的走访，有错吗？我们走访需要你聂主任批准，你给我盖个章啊。走吧，二哥。查案子啊，也轮不着你。走，二哥慢走啊。然后那个你赶紧去趟那个豆芽桥派出所，你妹妹在那。他怎么了？我在现场被围攻了，国平把他救出来了。还有你这么一个哥呀？急了。咱说一句话，他十句话在这等了，不是他才怪。有可能啊，毕竟他想吞并电机厂。你看呀，要不要对他实行监控，查一查他近期和什么人有往来？不像他。